好像没有人，差不多，
样的呀，他怎么说？因为他比我年轻的。不信他怎么提的反应？来，第三题，一比一的啊。哇，好机会！现在全在打不到，有这样的建筑。再见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两个，还有一个刚刚拿了，拿了。你们打篮球啊，这个妈的！刚才他发给我，现在我要发。啊！你们他发给我。啊！来，没事了，没事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多点，多点，多点。快点，两个快点！楼梯减速。好，来，四个。哎呀，这个球不是，这是安妮。好。
你们能做到我们这个群呢，有人是给办公室通风报数。可以。太不敬业了，那就是我买了，给个董事长一份。反正他开线的吗？这里开线的吗？他见的吗？我没有见着他见的吗？就是他开线的。就算三个包里，他就算那个人，就算包三个是空。好了，现在一比二啊，刚刚为什么将我们的资料传给办公室了？他不是为我们。为什么要带你们资料？你干他，你要比赛干嘛的？